精致口感的芒果。饱满多汁的龙眼和可口的山竹，还有水果之王泰国榴莲，只尝一口就令人难以忘怀。泰国的热带水果得到世界公认，美味无比。每年泰国水果出口近200万吨，尤其是泰国榴莲，它的独特香气与绵密口感赢得了全球消费者的心。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如此喜欢泰国水果？是因为您吃泰国水果的每一口都能尝到独特的品质，这源于泰国农民对种植细节的关注，在最佳风味时收获，为了让水果拥有最佳的口感。此外，引进智能技术已符合国际标准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泰国已提升综合卫生的管理系统，食品安全是我们的重中之重，以确保水果到达消费者的手中时是新鲜的、安全的，不受化学品和细菌污染。泰国农民和专业人士集体接种新冠疫苗，从挑选到包装，我们都采取了预防措施，强化个人防护，装货前到达目的地都进行清洁消毒。在卫生部的严格检查下，消费者的安全是我们最关心的首要问题。我们相信质量取决于用心，我们用心种植，将为您提供最优质的水果，像家人一样关心。想到优质的热带水果，想到泰国。